2019年新加坡剧鼓坊当代艺团的最新力作叫做《龙牙门重现》。我觉得这次的题材《龙牙门》是一个非常新颖，又其实对我们新加坡人来讲也是非常的有感触，因为新加坡今年呢是200周年，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用龙牙门这个题材呢去把整个新加坡的历史重演，所以我们特别请来印尼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叫做 Mr. Didik Ninitawong， 特别邀请他来到剧坊当代艺团为我们的舞者进行4天的培训课程，让他们学习各种各样的印尼传统舞蹈，这些元素中找到一个东南亚的语汇，然后可以把它融会贯通，放进去这个舞剧里面。4月20号 20th April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旧坊当代艺团龙牙门重现 Whispers from the Dragon's Teeth Gate。Where's my tooth? Apa tooth? Not tooth lah, dragon's teeth. See you next.